喜欢想要的东西太多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婚姻啊也是挺难办的一件事情，大家的欲望太多，想要的东西都不一样，怎么能够调和在一起？所以常常闹得鸡犬不宁。这个常常喜欢，要不就演这个傲慢与偏见，要不然是咆哮山庄。你们觉得还有什么戏在演呢？还有什么戏在演？游龙戏凤，游戏人间，那也是啊。最好的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演这个 fatal attraction， 那就是不是我的 marriage counseling 管的事情了。不也是因为这大家这个鸡犬不宁，所以我们这 marriage counseling 才会有工资，才有饭吃，对不对？我现在马上有个 appointment， 好了，我想我给整理一下他们资料啊。真的要去吗？当然了，这种 marriage counseling 这种东西不过就是浪费时间跟金钱的东西嘛，有什么好去的嘞？你难道不知道我很忙吗？开不完的会，过几天又要出差，你就饶了我吧。干脆这样子，我们回家自己私下解决吧，老婆。不行，回家你根本不会面对问题，你现在的生活中心根本就失调了，每天就只知道工作工作工作的工作工作工作，婚前的汗湿山盟海枯石烂全都不见了，现在只剩下油盐酱米菜了。你看你搞得我都不知道怎么念下去，反正啊不是洗衣就是煮饭，这简直就上当。你上当，我还觉得我吃亏，而且是吃大。喂，你婚前哪是我们公主，婚后却把我当女佣用，这怎么可以啊？为什么？当然不可以。Why not？ 现在连花都不送了，竟然嫌太贵。什么太贵？你搞清楚哦，我可是你无价之宝哎。是无价之宝，小姐你也太夸张幼稚了吧？你请问一下台下的观众朋友，谁听过海会铺石会烂？没有。海铺石烂，没海没山都不成世界末日。那你婚前干嘛那样说啊？哄小孩啊？婚前是婚前，所以现在叫婚后。OK， 电影电视的男主角不都是这样演这样说的吗？哦，弱智，人云亦云，一点诚意也没有。哎，你看多没有诚意。那下一句，那下一句啊！明大少爷啊，衬衫、裤子、袜子到处丢。哎，我们怎么样也捡不完哎。我妈又不在乎，她也是帮我捡啊。重点来了，我跑的是你妈。是。你总是说我妈说，我妈说，你搞清楚啊！这家我可是女主人，从今天开始你要改口说我太太说，我太太说。是是，我太太说，我太太说，我太太说，女人就是难伺候，斤斤计较。你大小也不要以为你零缺点，光你那个超级洁癖，我半夜睡着都还要做噩梦。那你就不要做噩梦。还有爱乱花钱，爱买名牌，吃不消了，吃不消了。嘿，我爸又不在乎。哎，重点来了吧？你爸，你爸，我又不是你爸。现在是我们俩一起生活哎。好了好了，跟你这种人说话，有理说不清。不啊，肯干巴干还是你。我看到我们还是找个 professional 的来评评理。好。对。欢迎欢迎。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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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请坐，请坐啊！啊，我已经看过你们的那个资料，我觉得呢，最重要的是他们在讲，你们有勇气啊，能够对一些矛盾，能够愿意来面对问题、解决问题。那我现在请问一下，你们对婚姻的看法是怎么样？啊，太失望了，落差太大。我该抓了，你刚刚考试了，怎么考都考不及格了。哎呀，真是的。那我这个人就有，我就能帮你们加分加完，你看啊。不过呢，既然你们刚进来，我相信你们呢都有不满的情绪，我现在呢要调节一下情绪，好吧？好，好，你们一定要这个谈。
心平气和，是不是才能解决问题？那我们先来吸啊，来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。这里我开始我的这个 counseling section。我这个 counseling 呢是叫做进场修车，有没有听过啊？我只修过真的车。修过真的车的，那你对车可是了解的很。是啊，我们家以前都有司机开车，哎，现在都要自己开，好烦哦。行，标准的娇生惯养。我太太大小姐，好，我解释一下什么叫进厂修车啊。因为现在这个大家生活的步调都非常忙非常快，那婚姻生活我觉得也是像两个人坐在一个车子上。在中国以前是说，我这个比喻是这个车就是你们两个人的婚姻生活，所以必须要在这怎么去保养的车，对不对？听说要开车啊，骑车还要怎么样？一起去旅行，一路走的话，风景都很好看，是不是？那很重要，很重要。我看你已经慢慢已经上了道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了。现在呢，第一个情况，这个车子要偷走。什么是偷走？什么是偷走？对呀、啊。听过吗？没有。你们知道是怎么样偷走了吗？撞的稀巴烂，对，要废车了。那婚姻的什么情况之下要把这个车给废了？啊，不会不会，没有这种情况。没有这情况。对呀、啊，我们很爱彼此，我们海枯石烂的。哦，海誓山盟。还山珍海味呢。一方移情别恋，对这个另结新欢，所以这个婚外情是婚姻的大杀手，千万不要。所以我们这条路现在不需要往这边画，对我来说我也有点放心了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下面再讲的第二个情况就是，如果你们的 engine 出了问题，那请问 engine 出了问题的话，这是那个是什么状况啊？想不到，我告诉有你，像你们的情况啊、哦，你们这个如果工作太忙，哦，你从时间上面调不来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、对，我请问你们上一次什么时候一起去看电影的、啊？还记得吗？记不得了，我记得了。不记得了。行，这就是个问题，你们一定要 make time for each other。所以呢，那你们觉得什么样的方，什么是解决方法、啊？我们就定个时间出去看电影，这样子好。哎，你主动，对，男人一定要主动。每个礼拜出去吃一次，一次就好。每个月出去看一次电影，也是一次就好。哦，这样可以吗？好吧，老公你最好了。Let me mark on my calendar. Yeah, mark on the calendar. 前几天得提醒他一下，把一些事情都推开。对不对？老婆最重要。是。那我们下一个呢？是刹车有问题。那请问刹车问题是什么？请问你出了什么问题啊？这又是什么玩意？这又什么玩意啊？出去唱卡拉 OK 不回家？什么？我出去外面唱卡拉 OK 太晚回家吗？哦，那也是啊、哦。那他不是我，我不会唱歌。对呀、啊，我们没这个问题。这没问题啊。OK， 那我现在想，在我们刹车问题，有时候就是说。譬如说我们一方面他喜欢买名牌、哎、有他就喜欢买，对不对？是。那再想想看，女孩子喜欢买衣服，一出子的衣服还是要出去逛，对不对？电脑要买越快越好越大，什么都要。所以这个问题的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做个单据本好吗？记事簿，记账本，每个月进去。可以啊，写个 inventory。